这边吃的是那些羊肉串的。这边12块有20串，差不多是2块钱新币而已。看这个鱿鱼，鱼好吃，我刚才吃了一口。其实我们已经吃了，差不多是20只牛肉了。然后我们好吃，然后我们再讲。很暖，很容易养很好。好吃的羊肉串。15块人民币2只，就差不多是3块钱新币，然后它很大条的，很香。软吗？那味道？有嚼劲，可是刚刚好，我很喜欢那味道，很香。嗯，叫我第二次了，难怪我这么喜欢吃这个。这边是 Temple of Six Billion Tree。孙中山纪念堂这边很大，这么大，这边也是旅游的景点。坐地铁的帝都这边出来，就是会到这个地方。现在下午来吃这个大家乐，大家乐是香港每一间都是有的，但是今年没有去到，所以但是我又很想吃它的猪扒饭，很好吃。叫了这个猪扒饭，然后它的这个猪扒馒头。香港的是炒饭，在广州这边是白饭来的。我们只是吃这个饭而已。它的番茄酱呢，很厚啊，又很浓，然后又跟香港差不多一样。好吃，然后它的猪扒是很软的。现在在这个大家乐里面，陪他吃这个猪扒饭。我就不是很想吃猪扒饭，因为有那个茄子味道，我就点了那个杏子牛奶蛋白水来喝，好好喝，我很喜欢这种味道，又有杏仁的香味。有牛奶，还有那个蛋白。来到黄沙一定要吃这个南杏双皮奶。双皮奶是什么呢？就是用鸡蛋来做的。来这边一定要吃双皮奶，有很多种。
红豆双皮奶，男性双皮奶，好吃吗？肯定奶味很重，它奶味很重。这个是姜汁的双皮奶，这才是应该要吃的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上下九街，而这里全部都是那种 shop houses 啊，很多东西看的。我们吃完了甜品，看到这边有一家卖腊肠的，叫做王上王，很多人在里面买那个腊肠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我们也会买一些腊肠来试试看好不好吃，这么多人买应该是好吃吧。广东人最爱吃的腊肠，这边什么腊肠都有，金华火腿，然后这边有包装的腊肠也是这么多。这边还有鸭肝肠，我是很喜欢吃鸭肝肠，所以我就买了鸭肝肠，买了这个特制猪肉。在这个上下九街，还有这个百年饼家，叫做这个莲香楼，它有卖很多那些老广州的那些手信。这边是 Olay Market， 然后这边是太古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，然后这个是他们说是高等的，因为是很多东西这样的。What I found， 呵呵，好 cute。真的，这边的蘑菇这么多种。他最喜欢来这边超市、超级市场看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有带过，所以我们会买来煮。这边全部都是海底捞的酱料，看这么多种，差不多有15包这种酱料。哪种？火腿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酸菜调味料，火锅。现在在超级市场，然后买了牛肉 rib rice， 然后晚上来煮这个牛排。在超市买了这些东西。我们住的这个 service apartment 有这个 induction cooker， 所以我们也就带了这个来煮东西。我们买了什么材料来煮呢？我们买了这个澳洲的和牛牛扒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 rib eye， 还有买了这个山猪肉，这个是住在那个长白山的那个猪，很特别吧。还有买这个杏鲍菇，还有买到这一个从来没吃过的，这个叫做黑牛杆菌，它很黑耶，新加坡没有看过，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耶，都不知道怎么吃法，这么黑。这个颜色跟那个我们买的那杏鲍菇很不一样，平时吃的这个菇呢，新加坡没有的，所以我们打算买来试看，
不知道它口感好不好吃，味道好不好吃，它好像比较硬，很扎实的感觉。这么黑是坏掉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这么多菇菇的系列，这个是。剩余的那猪的那个油还有那个牛油来煎这个麻笋，就会很香，就刚刚好。我们很像这边 BBQ 这样，你看，坐在这边，鼻子。刚才那个菇的颜色青色的哦，对，现在变成这样了，很不同。这现在是 normal 的菇来的，上菜。我们在这边好像烤肉这样，看看这个菇，什么味道？我没有吃过的味道，它有一种很野生的感觉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很有嚼劲，可是刚刚好，它是脆的，很好吃，有一点那种纳地的味，好像有一点那种花生味一样。然后又带着有点翠绿的感觉，好吃，我很喜欢，很特别。好吃吗？它的牛肉，牛排还不错，又不是很贵，又很有那个牛的那个香味，那牛脂的香味蛮香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后面。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好吃，我平时都不喜欢吃菇肉油的，这个真的是蛮好吃的。然后这边有四个不同的口味。